多谢甘秘书的这个小改吼、哦。今仔日我伫遮，可能有真正是迄个内容，想要甲大家讲，但是惊伊这个伤济吼，所以时间可能会占伤济，所以我会较节省讲了咧。主要我甲大家讲就是讲，咱有几下个主题啦，一项头先就是讲。日本的统治台湾，咱安怎看？咱袂安怎看？啊，佫那去到日本统治过，嘛是咱像韩国有叫统治，因即马足欢迎的。啊，中国捌到日本占领过，因嘛足欢迎的。啊，是安怎咱台湾较无迄款的，甚至是侵入，是安怎？可能有这个问题，咱来思考，关键是不能通知的，大家思考。啊，这有淡薄我小可用幻灯给大家看，怎个才来当起来思考看下。这是一个主题。啊，第二项就是要讲，咱伫这个日本的关系，咱甲日本的关系，伫这款的基础的头顶，才有其他一个台湾日本的关系。啊，台湾日本的关系，但是伫李总统，啊，伫陈水扁总统，迄款的是有一个咱的基本的构想，但是伫2008年变做马政权以后，有一块变，啊，不但是咱这边有变化，台湾本身的政权变化，日本那边。伊嘛是拢有真大个变化，哦，啊，即今仔日徛伫现在即个时点是，咱要来思考台湾甲日本以后会变做安怎？可能大概讲起来，就是要讲这个代志安尼。啊，即嘛有迄个可能，大家呐，我拄好伫，我即摆拄好去外国三个月，两个月伫美国吼，伫遐巡回演讲，啊，再一个月转来伫日本，伫当间时拄发生。钓鱼台的代志，啊，这嘛是讲咱甲日本的关系嘛有关系啊，唔是讲咱迄个钓国甲日本，关咱甲日本嘛有关系，迄内底一项啊。所以这代志可能我都伫遐咧看伊的变化，啊，我伫遐嘛有出个王瑶倩出去做几个这个对谈咯，啊是，迄个文章啊咧，啊，迄种就小哥伫即几日来一直咧引出来，所以关于这代志较大吼，当这事故啊咧。无啊，因为小可我只有小可记，今日跳过吼，所以我坐咧讲安尼较好势。可能有个人有得到迄、那个，你知咩吼？啊，可能咱先来看这个吼，来看了再来思考吼。啊，即款这个都是台中车头吼，上台新的台中车头，上台新啊，台中车头伫这个纵贯线的头顶。就是讲南北位基隆甲即个高雄，即个中间直接接起来，伊这纵贯线是为南部一直做起来，啊为北部一直做落来，啊伫遮多1908年接起来，啊迄阵呢暂时的车站啦吼，就是像即款即上头的车站，火车过过吼。这吼，伊照写的面积41年，就是1908年，拄迄个日俄战争吼，日本在迄个罗西亚烧台了2-3年，啊，都已经成立这个纵贯线连。啊，这个普通伫咱台湾来讲，比起嘛，搁较无同的，就是迄阵的交通，南北的交通，敢若有这个铁路的，出来都爱用行的路吼，啊，途中吼。嘛是牛车啦、啥啦嘛，无像即卖咧讲高速路啥，所以这等于是台湾的那些动脉、人的交流，哦啊，这个物件的交流，拢靠这一本书上的意义嘛，足大个。所以吼，迄阵就是开始咧行近代化一个基本的物件，直接建设起来。我请各位吼。这个就是即马的迄个台中车头，头啊就是基层这个型的吼，因拢讲做 A 级吼，台中 A 级吼，车站的意思吼，来，搁只，哦啊，这个是即马，拄只迄个钢管，拄只迄个代志，
过小可擦过安尼吼，更加新潮，更贵，而且更贵。啊，这个都建好嘛吼，都是起码最近吼，是还两千块，够贵。这个金钱吼，这单价车头，吼单价车头。啊，即马单价车头，真像咱迄个台中车头以外，我去恁未来内底有人吼去荷兰吼，阿姆斯特丹，我车头嘛是做成诶，拢像即款型诶吼，所以迄大概是一个时代诶可能诶潮流吼，诶建筑物诶潮流，哎，搁正，哦，即即马吼，哎，搁贵。啊，这是台中公园，哦，大家拢知。啊，这台中公园是安怎变作公园？这本来家是拢做啥弄土啦，故样造作吼，拢全水土安尼淋淋的安尼吼。啊，较迄个迄边遐有迄阵就是叫做北大门，就是咱本来吼、要做一个城，台中变做台湾府，台湾府就是讲首都啦，迄是清朝的末期是首都，啊，所以有围城起来。啊，伫迄个迄边遐吼，迄关起来遐吼。啊！恁即马来去看吼，有迄个伫咧北门的头顶，叫做望月楼，哦，遐就是北门。啊，迄个后炮台，有一个炮台山。啊，迄阵日本人因为纵贯线的开通，伊要做一个真大纪念典礼，要做纪念典礼时，伊整理这个起来，所以吼，迄个水甲治无好，啊，才变做这个，这个。我咧就对啦，啊，因古厝，啊，迄座乌心殿嘛，吼，啊，变作真水诶，差不多西洋式诶，一个公园，啊，迄、个差不多全台湾吼，那伫市内啦，吼、哦，伫迄山里落山迄款公园，卖讲吼，啊，市内公园诶内底吼，甲即满嘛是要上水诶，一个公园，啊，迄、个拄好咱吼台中诶一个新闻吼，新闻嘛，阮两个三角头安尼吼，啊，就是伫只举办典礼。啊，这个典礼吼，差不多讲日本统治五十年来底，算是最盛大的一个典礼之一。迄阵差不多因甚至派皇族吼，啊来参加，迄、那个就是讲迄个皇帝呢，迄、那个来底皇族啊来参加呢。而且，哦，这就是即嘛吼，哦，够好。啊，这吼、哦，哦，手啊，迄阵都变作家长啊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就是讲，差不多七八年嘛，吼、哦，1008年，差不多，哦、这差不多八十八，哎，啊，这个吼、哦，即马无啊，但是这个是伫倒位呢？这个是就是咱即马的最原地吼、哦，就是迄、那个啊，台中一中的这边啊吼，侧门，诶，自由路的对面那边，遐即马自来水厂吼，迄、哦那个。个所在炸这个，这个做诶、欸，啊，这就是迄阵吼考场吼，就是讲咱台湾府因为所以变做有巨人的考试，巨人的考试也伫台中，啊，这个内底一个建筑物之一单呢，啊，真可惜，全拆掉去吼，啊，但是咱伫遮未使建立迄个最原地，我讲起。哦，这个，阮伫台中一中，阮了其他的时候，十几岁的时候，迄、那个水源地方，阮即卖迄个水稻树遐都是像安尼啦，拢无啥，干那迄个啊，迄、那个即卖嘛要咧用，后壁遐一个三街吼，啊，伊就是下骹拢空空吼，啊，第三街遐拢水底水，啊，这水怎个都一直流所月供给台中市，啊，迄阵只台中市才五万的人嘛吼，五六万。所以，干那这个水吼，伊是用为地下去挖着个好个水吼，干那用迄个水安尼，啊，再抽个管起来，啊，就从分配去各地去安尼。哦，啊，咱当然即马无够，即马都爱过啥大家溪咯，啥溪吼，拢爱过一寡迄个淡吼，水坝才有够，不呛。哎，这干个？哦，这个就是拄只看迄、那个。啊，即嘛伫迄个要得咧，伫迄、那个啊，啥水。